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吃饱了中餐呢，就悠悠哉哉的坐在这个我们公司的小池塘这边，然后欣赏着游来游去的锦鲤滴滴滴滴。好，各位朋友，他们都会躲起来哈，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讲欣赏不太到哈。原本我们想象中的就是可以来这边欣赏哈，但是鱼真的都躲在里面，好，可能要等他们大一点嘛，大一点的话，他们可能就觉得里面很挤就会出来了。OK。好，那我们之后还会再买更多啊，更多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里面很挤会出来。好啦，那我现在来悠悠哉哉的吃这个无险的凤梨酥啦。哎，友军哥你可以过去没关系，好，不影响不影响。这个是我们敬爱的友军哥，他吃饱饭还有上班前还有下班前都来检查一下这里有没有塞住，是个非常认真的黑道大哥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好，这些都是他清的哦，每每天天都在清。好，如果他没有清的话这里就塞住了。好，我已经有第一个网，真的哦，有点清。为什么？它是四周围全部都有这样子。哦，了解了解了解。现在只有入口只有这里，所以有没有卡？了解了解。左边都有，就不用，这应该不会卡。哦，哇，果然是我们的黑道大哥友军哥，哦，他都会想的特别的多。好。所以我昨天看到。